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是来到神的圣殿，我们带着好像一个重担一个压力的，我们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恳求神，真的你就是现在单单把自己交在耶稣的手中，你把自己交在耶稣的手中，主啊，求神挪走你里面的压力跟重担，挪走可能在今天早上可能你跟你的家人有不愉快，可能你有遇到了一些的难处，好不好？今天的早晨你跟神说，主啊，求你挪走，主啊，我里面所有的重担压力，让神的灵那个喜乐的灵再一次来充满你。我们一起来同神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耶稣，我们要说你是我们喜乐的泉源，主耶稣，我们把我们一切的压力重担都交给你，主啊，你是我们的拯救，我们的依靠，你说你要成为我们世世代代的哦，主啊，保障，主是的，主是的，主，主啊，我们在清晨，主啊，把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我们所面对的一些的压力重担，主啊，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要掌权在他们的生命的当中，掌权在他们今天早上的所有的每一个敬拜的当中，主，谢谢你，求你将你的哦，主啊，那个新鲜的恩膏，主啊，你的新酒新油再一次来浇灌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我们也渴望，主啊，在今天早晨的敬拜，主啊，是一个被你复兴的敬拜，是被你更新的一个敬拜，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的敬拜都在你的里面都被你来更新，主是的，主，谢谢你，赞美耶稣，向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今天我们要将带领不一样的敬拜，哈利路亚。在开始的时候，我不愿大家不知道，就是说我们敬拜的时候会有一些的会用一些不同的敬拜，在诗篇里面有提到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中，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还说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要用鼓瑟弹琴赞美他，然后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要用大响的拔赞美他，用高声的拔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耶和华，都要来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今天早上我们的敬拜，我们加入了我们的一个灵鼓跟舞蹈在这个中间，好不好？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敬拜。来，我们的舞蹈，我们的
的荣耀，让我们继续的来赞美我们的神，把我们脚掌所踏之地，从海角天涯，我们都要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他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哈利路亚！
晚，哦主啊，深夜或是哦主啊，白天我们都要来赞美神，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同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谢谢你，主啊，是的，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来献上自己，成为活祭。主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主啊，再一次说，主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王，你配得我们赞美，从亘古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你。主啊，是的，让我们主啊一生都要来敬拜你，一生都要来荣耀你的名。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弟兄姐妹请坐。哈利路亚，在新的一年的里面，你有没有一个心志，就是愿意好像自己主啊真的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愿意做一个复兴改变的工作，好不好？再一次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的时候，因为这一首诗歌是上个礼拜是慧智传道带过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再一次来好像透过这个诗歌再一次来好像更多的来更新我们的心，更多的来恢复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好不好？我们再来唱这一首诗歌。
我们就要复兴，弟兄姐妹，好不好？让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再一次要跟神说，主啊，真的我们要怀着我们的梦想，我们要站立起来，要怀着神给我们的能力，我们要再次来站起来，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来唱这一首诗歌，更深的把这一首诗歌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在那高峰白云上，火照阳光，光欢升起来，我心不再犹豫不决，任何困难领导我，仍要选择主的旨意，在神的光中向前行，以信心来仰望你，要凭着信心，显明在我们中间奇妙的主的慈爱，靠着主的梦想我站立起来，靠着主的能力我要站起来，这里的恢复和我启示前头，从我开始复兴起来，靠着主的梦想我站立起来，靠着主的能力我要站起来，这里的恢复和我启示前头，从我开始复兴起来，靠着主的梦想我站立起来，靠着主的能力我要站起来，这里的恢复和复兴起前头，从我开始复兴起来，靠着主的梦想我要站起来，靠着主的能力我要站起来，这里的恢复和复兴起前头，从我开始复兴起来，从我开始复兴起来，我站立起来，靠着主的能力我要站起来，这里的恢复和复兴起前头，从我开始复兴起来。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所以一个国家的复兴必须先要从你开始复兴起来，必须先要从你开始被更新起来，好不好？弟兄姐妹，你渴望国家复兴吗？你渴望的国家你的教会要复兴吗？好不好？弟兄姐妹，让我们透过这个诗歌，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跟神说，主啊，我们渴望你的复兴的火再一次降临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复兴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求你将那个更新复兴的火再一次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哈利路亚，是的，让我们再一次跟真的在这个时候，我们来透过这个诗歌再一次跟神说，主啊，我们渴望你复兴的火降临。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是的，再一次透过这个诗歌，让我们更深的与主连结，更深的在主的里面，再一次我们的心好像就如圣经所说的，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要常常将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渴望见你的荣耀，渴望复兴降临我们中间，父啊，求你怜悯扶贫者的，再一次赐下更新恩典，再一次来说，我们渴望，我们渴望见你的荣耀，渴望复兴降临我们中间。我求你怜悯扶贫者的，再一次之下，再一次来跟神说，主啊，我们渴望见你的荣耀，主啊，我们渴望见你的荣耀，渴望复兴降临我们。
是你的祷告，这是你要从现在开始，这个是你向神的一个渴望的一个祷告，求神复兴我们的国家。父啊，求你怜悯复兴这地，再一次赐下更新恩典，复兴的火，复兴的火降下炼净你的教会，复兴的火降下更新我生命，复兴的火降下燃烧你的百姓，复兴是的，我们要跟神说，我们渴望你复兴的作为，主啊，要降临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祷告复兴的作为，主啊，要赐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能够有重新能够得力，然后在神的面前能够不断的主啊，为着国家，为着个人来祷告，也求神把那个主啊那个复兴的火，主啊主啊主啊赐在那个福音的里面，使我们能够不断的为主来传神的福音，好不好？这是我们一起来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谢谢你，主啊，我们渴望主啊你复兴的作为。主啊，求你降下你祷告的火，使我们为你的生命重新燃烧起来，使我们重新为主啊，为着我们的国家，为着我们个人来祷告。主，是的，求你降下你圣灵的火来，显明你同在的荣耀。主啊，显明你的大能。主啊，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个人的身上。主，是的，主，谢谢你。主啊，我们要说，愿你的旨意成全。成全在我们这个国家，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个人的身上。主，是的，谢谢你。我们再重新来唱这一首诗歌，再一次更深的更深的，真正的我们好像，我不知道你的祷告生活怎样，真的我们如今在新的一年的里面，我们真的我们的祷告要被更新，我们的祷告要被复兴。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做我们的族灵的人一直不断的好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复兴，我们要更新。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从心里面有那个更新，有那个主啊想要，主啊想要想要改变的一个能力，好不好？在这个时候，透过这个诗歌，再一次帮助我们这个人，再一次求神把那个更新复兴的灵，再一次赐在你的个人的身上。好不好？我们再一次来唱这一首诗歌。我们渴望见你的荣耀，渴望复兴降临我们中间。父啊，求你怜悯复辟这地，再一次赐下更新。弟兄姐妹，今天神也愿我们兴起，他主耶稣来就是要复兴万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渴望复兴，这个祷告是上帝所悦纳的。
现在我们要来祷告，我们请我们一起拉着旁边的人，我们来为几个点来祷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会提醒，然后我们请敬拜团来唱这首诗歌。首先，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复兴？你可以决定你的复兴，神的心意很明显，但是在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是否愿意复兴？你可以做这个决定，你可以做这个选择。现在我们就把我们的决定，把我们的选择告诉神。我们告诉神，当我们决定说，主啊，我要起来，主啊，我要靠你站起来，主啊，我要选择让你来复兴我，主啊，我要选择不再瘫在地上，我不再犹豫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仇敌就会远远的离开我们，因为他最怕我们的决定，最怕我们选择靠在神这一边。所以请敬拜团来唱，弟兄姐妹，我们首先就把你的决定跟选择跟信心来告诉我们的神，我们同声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是的，我们决定要选择让你的圣灵来复兴我们，主耶稣啊，选择主啊，我们要信靠你，主啊，在我们一年的里面，不管遇到任何的事情，不再犹豫不决，主啊，我们就是要来信靠你，主啊，我们就是要来相信你，相信你是那位全能的神，相信你是全源，主啊，你的心意是祝福的心意。下礼拜总统的选举来祷告，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们求主耶稣来掌权，真的，我们求神来怜悯我们这块地方，把那敬畏神的，把那神厌重的人赏赐给台湾全的百姓，赏赐给我们。我们同神来为总统大选来祷告，我们求神来厌重这三个候选人当中其中一个，我们重神来为他们祝福，重神求神的心意来显明。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为我们国家的总统大选来祷告，我们同神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是的，我们把三个候选人，主啊，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深知每一个，主啊，这是关系到你在台湾的心意，主啊，是关系到你在台湾的计划，主啊，恳求你来掌管，主啊，我们相信你会掌管，我们相信你会做工，主啊，我们相信你的心意，而主啊，你不必不撇下台湾，主啊，你要安定台湾，主啊，你就赐福在政治上，主啊，来赐福台湾。让你的福音，主啊，可以在这里自由的运行。亲爱的耶稣啊，是的，把台湾的命运，主啊，把台湾的将来，主啊，台湾的计划，主啊，你在台湾，主啊的心思，主啊，你的筹算，你的计划，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耶稣，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请奉献的同工预备收奉献。我们请敬拜团从头来唱这首诗歌。我们渴望见你的荣耀，渴望复兴降临我们中间，复
亲爱的主耶稣，你是至宝，你是我们这一生中的至宝，你是我们生命中的至宝。如果把你从我们生命中拿掉，我们这个人是空的，因为有你我们的生命才充实，因为有你我们的生命才有光辉。主啊，我们是你所爱的，是你的产业，你也是我们所爱的，你也是我们的产业。亲爱的主，你把你的生命倾倒赏赐给我们，亲爱的主，我们要向你回应说，我们也愿意为你，全然为你，我们这一点的奉献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要祝福这些奉献，祝福奉献的弟兄姐妹，也祝福这些金钱，让这些金钱成为许多人灵魂的祝福。这是我们衷心的祷告和仰望，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敬拜团。好，我们现在来报告这个教会消息哈。首先要来欢迎一位新朋友，是不是叫胡斌？我看不懂第二个字，胡月啊。哦，好，请这位这个胡月红啊，抱歉抱歉。好，请这位先生站起来，让我们一起欢迎他，旁边的人跟他握手啊，欢迎他。好，还有一对夫妻哈，是小云传道的爸爸妈妈，虽然他们以前来过我们教会，但是已经是很早以前了，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弟兄姐妹不认识他们，我们拍手欢迎他们。好，感谢主哈。这个祝福我们今天三位新朋友。好，我们现在来看教会消息。好，新朋友一次欢迎，永远欢迎。那要今天下午六点，好，请记得哦，今天下午六点有什么新人参会，好，所以请报名的要准时参加，好，准时入场。好，然后呢一月七号，就今天对不对？今天还有下个礼拜对吧，今天八号嘛哈，今天还有下个礼拜的主日，两个主日，新北市的脊椎学会会来本堂设摊哈，请大家多多去给他高官哈，他们真的有需要哈。下一张，好，一月十八号，好，这个礼拜三再来的这个礼拜三是一月十一号，那就等于下个礼拜三十一月十八号是全能布道训练跟得胜的农历年祷告会，请弟兄姐妹。